又有龟苗出壳了，貌似这一盒有不少只呢。先一个脚瞅一瞅，看清楚是什么龟了吗？搬到外面光线亮的地方开箱吧，龟一见光差点都穿出去了。我找了个大盆，把孵化盒放进去，这样开盖就不怕龟苗跑掉了。开盖，这一盒可真是满满当当，出壳那叫一个整齐。把龟苗挨个捡出来放到盆里，顺便数了一下，一共有19只。再把蛋壳都挑出来，这些蛋壳都是革制的，并不会像普通草龟蛋那样会粉碎。见到亮光的小龟们似乎都有些恐慌，这要不是有个盆，恐怕早就四散逃掉了。新出壳的龟苗就非常壮硕，因为摆脱了蛋壳的束缚，龟甲都舒展开来，会显得比蛋大很多。不同窝的苗子颜色呀、花纹也有一些差别，忘记说这个品种的名字了，大家猜一下吧。其实之前的视频也有介绍过，可以在评论区里找答案。